东风吹水日闲山，那是在唐贞元年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午后，在延州新定县城的乌龙山脚下，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化缘僧人。这位和尚年近花甲，却是精神矍铄，而他每天在城中及时化缘，得到钱后便诱导街头玩耍的儿童，不管是谁每念一声佛号，我就给你们一文钱。于是众孩童争相诵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孩子们念佛得钱之时，在新定城中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如是一年后，新定城上下无论男女老少、尊卑贵贱，见到大师或者是彼此熟人相见，都躬身合掌口宣佛号，念佛已成为当地的一种时尚。至此，持名念佛一法完成了走向民间、普及大众的关键一步。而这位极富智慧的大师，正是被尊为净土宗五祖的少康大师。眼见机缘成熟，唐贞元十年，少康大师在乌龙山南麓高筑三级法坛，正式起建净土道场，并就寺中的西石精心雕琢阿弥陀佛圣像，聚集大众举行共修法会，由此世风淳厚，人心向善，人们纷纷传颂大师是一位来到尘世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净土法门也因此广泛传播，风行四海。而这隐没于时时闻鸟语、处处是泉声的乌龙山中的道场，便是传承至今的玉泉寺。玉泉寺的一天是在悠悠的晨钟早板声中开始的，这声声早板从盛唐传来，流传至今，召唤着无数修行者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院。这阵阵晨钟穿越时空的界限，萦回于山路之间，见证着多少高僧大德的醍醐灌顶，行走世间。凌晨四点半，茫茫乌龙山上身披晨雾，霞光出现，远处的小村落更是万籁俱寂。玉泉寺的僧人们已经伴随着佛韵悠长的钟声，开始了一天的修行。钟声敲醒了山野村庄，唤醒了世人的迷茫，惊醒了沉迷的众生。僧人们身披袈裟，手持法器，在方丈的带领下列队排班进入佛堂，准备早课，一切行动都是那样的庄严肃穆，井然有序。而禅的奥秘也正隐匿于佛理持咒、诵经、赞佛、绕佛、发愿、回向等一项项颇具仪式感的法事活动当中。这一道道步骤当中，仪规明确，秩序得当，每一步都得有既定的规则。佛教里的禅宗讲究的是顿悟，而以玉泉寺为代表的莲宗则是以称念佛名为主要修行方法，以期到达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境界。僧侣们诵经念佛，梵音嘹亮，清除了人间多少尘垢，灌溉人心中的慧妙。正是在这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与青灯古佛的相伴中，
修行的僧人们得以最大限度地投入佛的怀抱，处处与佛为伴，事事与禅相关。早课过后，僧人排班过堂，过堂是僧人的日常功课之一。用过了早斋，就有虔诚的香客信众陆续进寺朝拜了，而寺院里的修行者们也各自开始了功课修行。僧人们恪守着一日不坐、一日不食的戒律，正所谓行也禅，坐也禅，雨墨动静体安然。玉泉寺的修行者怀抱禅心，洒洒劳作，培修福德，提起正念，照顾脚下，扫地亦是修行，即使清扫一块块的青石，也化为片片菩提心田。从玉泉寺的山门到大殿共有500多级台阶，每日打扫的僧人必须心怀虔诚，细细清扫。听默默山风拂过翠竹，观咕咕清流淌过溪石，山光月鸟性，潭影空人心，置身这香烟袅袅、梵音浅唱的清净世界，无论僧俗，想必都会抛却心中一切繁杂，观行自身，不知不觉地化入净土。青翠满寒山，藤萝覆东沼，花堪瀑布侧，青碧石林苗。借唐代诗人崔颢的这两句诗，用以形容玉泉寺的景致是最恰当不过了。漫步玉泉寺，依次经过滴水观音、山门、天王殿、钟鼓楼、观音阁，及至大雄宝殿，一尊尊佛像宝相庄严，静默地注视着芸芸众生，普度一切疾苦。一间间僧舍楼台孤高盘踞，悄然接受着日晒风雨，饱看沧海桑田。正如唐代神秀大师那首有名的寄语所云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轮守各大殿堂的僧人要细心拂拭佛像和殿内各个角落的灰尘，使得庄严圣洁的佛像熠熠生辉。而这清理佛堂佛像的过程，又何尝不是在涤去每个修行者自己内心的尘埃呢？当虔诚的信众们被这一尘不染、安详平和的佛像所摄受，又有谁能说这看似简单机械的保洁工作不是一件无量的功德呢？修行的法门有千千万万，品名、对意、诵经、参禅，都是清净身心、陶冶品性的途径。一杯香茗，一柱清香，一股山泉，洗意归清净，诚心悟空了。在与天地的对话当中，观照自身的渺小，概叹佛境之悠远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弘法生涯中，少龙佛种是修道人的责任，续佛慧命是修道人的事业，舍俗修道的僧众为此而永不停息，在自我寻求解脱的同时，引领大众共同走向解脱的道路。药食之前是晚课，僧人们齐聚共修，此刻的选佛场容纳不下贪婪的占有、嗔怨的怒气、痴妄的烦恼以及人际的纷争。在这一炷香的时间里，僧人们静坐参禅，自入化境，耳畔流动的只有亘古横流的清泉、
心中充盈的满是慈悲佛缘，任窗外雨疏风骤，云卷云舒。晚上九点半，送走了最后香客的玉泉寺重归宁静，声声催送的木鼓，徐徐关闭的山门，提醒着一日修行的结束。禅林的夜晚，先敲鼓后敲钟，万籁此俱寂，唯闻钟磬声，只剩下殿前的香火烛光还在献上最后的敬意。风云流转，岁月如梭，迈步千年的玉泉寺迎来送往了一代又一代苦心修行的法门弟子。这身隐于丛山峻岭之间的清净世界却始终如一，不曾沾染一丝凡尘。林中的溪流潺潺无语，岩间的修竹默默无声，青烟氤氲之间，回首看见的仿佛犹是那梵音吟诵里的大师身影和皑皑佛光。